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看一场赛车纠纷的影片。现在的画面是由411号选手提供，由以上的画面可以看出411号选手是一个行为恶劣的选手，在苦苦追赶438号选手不成之后，竟妄想从438露出的空档中超车，这个行为实在非常的不可取。只要有开过车的人都知道，必须要等前面的车子让你过，你才可以从旁边绕过去啊。天地万物朕赐给你才是你的，朕不给你不能抢。而且由画面中可以看出，411号选手还刻意向438号选手顶过去，而且更过分的来了，你看看这什么意思？411选手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假装道歉，真的太夸张了，我都不知道要怎么说了，真的是素质非常的差，简直是道貌岸然的小人啊。经过一番纠缠之后，438号选手不愧是正义的化身，凭借着过人的胆识以及过硬的实力，终于在这时候抢回领先优势。无奈411选手不放弃，使用卑鄙阴招，无耻的抢回领先优势。不过没关系啦，嚣张没有落魄的久啦，正义他不是不报，只是时候未到。你看这不就来了吗？在正义的驱使下，一股无形的力量从411后面袭来，而438号选手得以好整以暇地夺回他应得的名次。这神秘的力量宛如摩西分红海一样，看到这个画面的此时此刻，我确信438号选手就是神明的代言人，而411号选手区区一介凡人，竟妄想跟438号选手争名次。438号选手这时候缓缓地向天空比划，就是要告诫411选手，人在做天在看，邪不胜正，这样你懂吗？